问你，要不要搬回自己的屋子里去住啊？毕竟整日在书房里住着也不像个样子。我在这住的挺好。哥，你把你的屋子锁着也不让人进去打扫，这样下去也不行啊。要不你把你的钥匙给我，我和娘去把他的东西都丢掉，这样你也能回去住了。出去。